在家帮男朋友洗头吗？对，有帮洗头哦、喔。会帮我洗头啊？他重点不是洗头吧？哦，这就不好说。你停下來！我也是 M 属性。你是多 M？ 硬，粗硬的那种，很粗硬，不止头发。他说你很粗硬，一定的、啊。等一下让帘子拉起来，我再。Nop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韩智恩，我的身高158公分，体重42公斤，三围是32D、24、34。那我的星座是狮子座。那你觉得男生洗完澡，男生做什么举动会让你觉得很加分呢？抹乳液一定要。重点也不是擦乳液吧？因为有时候背不好擦，你一定需要别人帮忙，我也会帮他擦。所以帮他擦还是给他？哎，想在多久一次会来做头发？正常是2个礼拜一次。所以，最近是还没弄头发？算前阵子有去护发。有护发又变成这样子？所以设计师听到一定会很难过。那你自己啊，会在家帮男朋友洗头吗？对，有帮洗头哦。会帮我洗头啊？他重点不是洗头吧？哦，这就不好说。你停下來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重点不是洗头。那你觉得男生帮女生洗头发，这个事情是很贴心的吗？还是会很浪漫？很浪漫啊，这是服务哎。所以你很强调服务这件事情啊。对。那你刚才讲，像你没有男朋友吗？那你自己喜欢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我喜欢幽默好笑。还有呢？孝顺吧。那外形？外形没有神，是看感觉。那你单身多久了？单身2年了，我觉得2年都是个胡乱的数字，其实大家就随便讲哦，2年这样子，但其实根本就没那么久，中间还是有暧昧啊，放些线了，是没有，因为前阵子都在就是走出情伤。哦，是吗？那方便问是为什么？就被劈腿。哦，为了要帮你走出情伤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位就神秘嘉宾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司机大哥，欢迎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可是人生快减一百的男人。你有帮男朋友就是修整过一些毛发之类？没有。那你敢剪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体验看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对啊，他讲的很轻松，又不剪。那如果司机大哥帮你剪头发，你可以吗？有没有请更专业的啦？你是很 care 你的头发的吗？会啊。发型啊什么之类的。会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尝试什么样的发型？我想要留长，就是你想要走个直发。那适合留短发吗？自己觉得？我不适合。你有留过吗？有。会有得到什么样的负评吗？很多，他们就说你脸看起来像马，很吵。那今天呢，主要就是来跟我们司机大哥来享受一下头发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待会先帮他从洗头开始。OK， 那帮男生洗头，你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。我最喜欢人家帮我洗，还是想帮他洗别的地方？所有头都可以。我今天 open。喂。OK， 我们已经就定洗头位置。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在这里帮。是第一次献给你耶。哎呀，我的第一次也给你了。但有洗发精吗？应该不会让尬洗吧？我这边有，这边有很浓。走开！你干嘛？什么东西？没有。那有什么步骤吗？如果是你通常在家里帮男朋友洗头的话，要帮按摩吗？好啊，不用询问，怎么怪怪的？我觉得这力道很舒服，而且有香味。所以之后你在家里如果帮男朋友这样子，你是这样一整个 set 吗？其实是看自己的今天的心情。对。所以心情好的话就会做整套。对啊。Club Clu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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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ub。怎么样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形容一下吧。可以再重一点。我喜欢力道强一点。我喜欢深入一点。N 属性。超 N。你是什么属性？我吗？我也是 M 属性。你是多 M？ 我吗？我就那么 M。如何？很舒服，他都有按到那个骨头最硬的地方。可是这个泡沫很不很不均匀，感觉他都要洗得很干净。有，你这是在洗宠物是不是？你会觉得我们七大哥头发太油吗？不会，他其实头发蛮粗糙的。蛮粗糙的，对，硬，粗硬的那种，很粗硬，不止头发。他说你很粗硬，一定的啊。等一下让帘子拉起来，我再。Nope。现在已经洗完头，你是洗完头是做完化疗？太低了吧？有人洗完头会抛成这样子吗？他刚才洗太用力，这一排头皮撞伤，是不是？我把金线突然退后。
OK， 吹头的部分呢、啊，我看到吹头，这要吹了、啊，要吹了，要吹了， okay, okay, 吹了。刚好现在很，好吧。刚才说要剪都 OK 嘛，说今天整个头都交给直接处理嘛。对，要不要直接剃光啊？一句话，对啊。要不要考虑？不要钱、啊，直接撸光啊。OK 啊 ，OK， 哎、欸，那个剃刀帮我们借一下。帮我剃有替身吗？打替是不是？打替啊，不用啦，我们就直接来，就是帮抓个头发就好。OK。那就是油头的话，又往这边分嘛，那你就全部集中到我。你不要重视人家好不好？他想怎么抓就怎么抓，你不是送给智恩吗？啊好，还在那 order， 来来来，就帮他抓就好，太紧张。这样吗？为什么抓不太起来？这拍太……你知道他说就是政治人物弄胖过来这样油头啊，感觉很不油哎。有那个彩蛋吗？我等下比个赞。我觉得他在挑战我把机械人拉的。喝这个。这样有吗？有了，你觉得 OK？ 你觉得 OK 就 OK。对对。你觉得 OK 了吗？他说四十岁的夫妻。这是什么一个老太的头？OK OK OK， 蓬松一点，这样子他不会弄他。在当年土在玩的。那如何坚持呢？讲下感觉。我觉得蛮好玩的。那以后会尝试在家里跟男朋友有这种情趣的游戏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是不是？可以。你现在是还要让我帮你洗吗？那哎，是说 ，Nope。你爸管那么严，你男友待在你家待到凌晨才走，就偷偷来。欢迎。哎，你好。静哦。没有。没有，那你这怎么走出来这么慢啊？害羞啊，害羞。招出来的。害羞，害羞。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我是狮子座啊。狮子座，狮子座哪会？哦，对，狮子座不熟的一开始啊，会丢。啊，你爸爸严重警告你不能交男友啊。对啊，他说大学以前都不可以交男朋友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学生？嗯，已经毕业了。那现在可以交？可以交。现在对，可以交。那可以把话匣子打开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大学以前不行？哎，大学以前是不是真的不行？希望还是，你希望是几岁？其实我觉得，上了大学就开始可以，大一就可以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也管不住。对啊，你还是要有一些经验嘛。对对对，累积了18年。你现在有没有谈恋爱？现在有，现在有，现在正进行中。对，家里知道吗？爸爸还不知道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妈妈知道。妈妈知道，爸爸还不知道。哎，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告诉妈妈的事情，不太能告诉爸爸？对啊，因为爸爸很凶。那妈妈很赞成。嗯。妈妈很赞成，比较开放一点。妈妈看过他吗？看过了，然后赞不绝口，也没有啦。赞不绝口，这太好了。那怪怪的。那请问，怪怪的。在一起多久？在一起7年。哦，这么久。等一下，那等于大学之前就交往了吗？对啊，从高中。你高中瞒着他们交吗？七年哦，嗯，七年那算厉害耶，不被发现都不被发现。对啊，就是偷偷来。那你爸没有？没有任何的怀疑吗？嗯，还是有怀疑。你们如果很想要出国玩怎么办？请朋友帮忙 cover。朋友 cover， 你们去过哪？我们去美国。哦，哇，去美国几天？太远了吧？几天？去2个礼拜。哇，怎么 cover？ 我到台南同学家2个礼拜，都很怪吧？对啊，请朋友就是。前一天先来就我家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我就出门就偷偷跟男朋友会合。不是，那你骗他说你去哪里？对，你的假发，然后就是假装你一直在家里。没有啊，就是出去。那是逃狱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你怎么？对对，你跟你爸讲你去哪里啊？对啊，对。就说我去美国啊，跟陈思跟他说去哪里没关系。哦，但是跟谁去？你的朋友去的美国。对对对。哦。哇塞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要学起来。哇。以后他说要去美国，你就这样。哎，跟我爸这两天也要去美国一趟，那一起吧。哇，你就完了。哎，爸管那么严，你男友待在你家待到凌晨才走，就硬要玩这种刺激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那一天我不知道。不要出声，不要出声。你怎么会敢带男朋友回家呢？嗯，因为我不知道爸爸那一天会突然回来啊。爸爸出去了，他出远门是不是？出远门，然后突然回来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远门失败了。请他躲厕所，躲到凌晨。爸爸睡了。对，爸爸差不多睡觉的时候。那有没有很刺激？有没有出汗？没有哎。我只是很害怕而已。反正爸爸都睡。
放开大嘴。对，反正爸爸都睡了，机不可失，对吧？那你会想要跟他结婚吗？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。七年这么久了，还年轻，变数就对了啦，还很年轻。他是你交的第几个男朋友？算一算，应该第三个。从高中到现在，这是第三个。八年前的第三个。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你爸看到这个播出，我看你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对啊，你那么肯定你爸爸不会看我们节目吗？他会看啊。那你怎么敢来啊？对，因为我已经毕业了。摊牌，毕业了 ，OK。来，伯父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没有在背书的这件事，这件事不关我们的事哦。对，是他大要把事情做出来。对对对，用台语来讲叫做“这领导的代志”啊。那你今天来上这个，你男朋友知道吗？知道。他反对吗？没有哎。真的假的？对。他赞成吗？他是害怕。害怕害怕怕为什么害怕？他会知道。怕穿帮。对。哦。男朋友，哎呀。你死定了！